两个分，艾菲是姆斯卡，他们都有偏好。对，每个都有编号，这是政府要一出生就有个编号。哎，分享，因为你扔的太多了，没关系了，你留着这一颗，等一下给你最喜欢的动物吃，好吧？下次妈妈多买一点，对不起，这是妈妈计划失误，好吧 ，sorry。哎，又开始了。Sorry。那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说那些呢？这不好听的话呀。哦，是吗 ？Ugly 的呀。就是屁屁噗噗的不好听吗？当然了。可是我们小孩子。是很臭的。Sorry。对啊，你说你去 party 是去 party， 那人家。 小孩子知道屁屁，但是不能拿着这样开玩笑玩啊。那说的。可以说，可是不可以开玩笑。对，比如说他们需要爱去屁屁啊，妈妈，我需要屁屁，这可以。那你就这样玩就不好了，这样讲脏话。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。屁屁。老师也说规定不能说嘛。没有老虎。 跟去有前面，老虎、狮子、豹子，有吃他们的。他们是专门的一个区域，专门非常严，很高很高的那个围栏。在中国有，有一个女人，她被老虎吃掉了，被老虎吃掉，不是她，她跟她妈妈，她妈妈被老虎吃掉了，对她妈。